请敲门再怕，力气再好也不怕。哪里？你要这個，你选。那这边。啊，那边。这里。好，应该是这边了。Coffee or tea， 请选择。你选。我选啊，好，那就这个好了。好，来把它喝掉。Coffee or tea？ 咦，真的假的？恭喜过关！会太顺利，超顺利，太顺利，超顺利，谢谢。是我们就要到下一关了吗？哦耶 ！OK， 好，那我们走吧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哦，我忘了，不要管。太顺利了，小心，太顺利了吧？第一关，好的开始。那我们去那间好了，去他们那间，对啊，刚才那间。好了吗？好，这是要你选，你选啊，还是我选？你选。这个。好。不用。我刚才想喝这杯。是吗？ T， 这里哇，你哇太幸运了，而且很好喝哎，又过关了，谢谢。要不要休息看看人家了？对啊，他都喊了，那你们两个 pass 一下耶。还是你们去看个风景。好，没有，我们要争取可以私底下聊天的时间。玩个游戏，都过了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玩。如果喝到咖啡，是要玩什么？哦，就这样。你确定吗？可以啊。可以啊。就这样。好。投一张，然后不能被他看到。然后我要把，哇，就放额头。好。我学美术好吗？啊？这很像是在画画厉害吗？还行。就是没有，我觉得这个容易，你要看画什么。这么容易哦。对。好，怎么突然停了？你已经25秒了。好，来看一下。哎，我可以讲是或不是吗？哦，巴黎铁塔。哦。这个好猜耶。巴黎铁塔。我没有看错。哎，其实他误会了。是电视，这是陷阱啊！这是里面就是巴黎铁塔，什么啦？所以到底是什么？真的是，这是电视啊！吓人吧？你看，吓人！哎，如果我们过的话，应该是唯一一个三连 pass。我们有这样的吗？我们现在两个 pass 了，对，两个 pass， 直接 pass。来，里面请两位啊！不是，这边只有咖啡吧？来，让你们自己好好去挑一下。这个你选呢？还是我选啊？那你额头怎么了？没有，因为我们刚才实在是太无聊，我们先玩一个小游戏。我们就假装，假设是选错的话。OK， 好。你要哪一杯？这杯。好。请拿。阿丽嘞？哇，全中！他三连帕。对。你三连帕，三连帕。请拿。三连帕。太扯！也没想到陈雨欣跟那个祖雄这一对，他们竟然可以有旺夫哦，有旺夫运哦，完全。你们俩来试一次，来来来，我们每次都是这种，要是不会吸的，吸到从他的胃里面的那些胃气，把它吸出来，你要吸到胃酸。我们试一张就好，好不好？试一试。对，可以的。你等他上来的时候，你再弄。好。一二三，快去。对啊，可以啊，所以刚才我们假戏，可以，需要用力，我在演，我没有在演啦，我那时候表情演不出来的，真的，你说看那个表情演不出来，他那个唇膏是故意的，对，我们要写一样的答案才可以。我要讲了，请写出一首有树这个字的歌，树木的树，这个字的歌，有树的哦，李晨。我写好了，等一下，等他。啊！完蛋了，我写很长哎，死定了。哎呦，好来，请转身。二三，五。你写什么？路边一棵榕树下。超难了。翻个很难。你是不会当树吗？一人再抽一张吧。抽一张，来给我。请写出。万的成语，万哪个万？哪个万？一万数字，含万的成语哦。的成语，这是可以写两个。
写两个，只要中一个就可以了。对，请写出含关键词数字万、一万、两万的万。好，写好了。对了，来，一、二、三。千军万马，千军万马，万不得已。来，我基本上来翻译，请再抽一次，请写出弹鸡的歌曲。鸡的歌曲，什么鸡都可以吗？还是一定要那个鸡？咕咕咕的鸡，动物那个鸡。写出动物，鸡狗狗。歌词可以，歌词有唱的歌词。歌曲跟歌词都。什么啦？大家都这么难吗？鸡，哎，快点啦！好难啊！哦，卡关了，卡关了。好，写两个，我放弃。我写一个，先来，请翻。二三。什么什么啊？有鸡狗狗给的鸡。十二星座有什么有鸡的？有什么有鸡？没有鸡吗？没有啊。生肖还有。三羊座。好啊。啊啊！再抽。金牛、双子、巨蟹座，哎，十二星座没有鸡哦，我一直。请写出名字里面有林，林双木林的艺人名。最简单的，不能讲话啊！好，是默契。不要提。好，这次再不中没办法了。来，一、二、三。我叫林生，林生，林博生，林生，我没有写林俊杰，来，哦，糟糕，还是我们帮他们答算了，因为他们有一个是马来西亚人，然后有一个是想太多人，还是我们两个去帮他们答，你写出有自然现象，雨天的雨，下雨的雨的成语。你们已经玩完了是不是？不管，你们赶快。对，你们继续。可以写两个是不是？好，三个，看你们。好，我想。好，尽量写。有，哎，这个算吗？雨过天晴，雨后天晴。雨过天晴，一样意思。拿回去吧。就。我已经无奈了。来，一走，一二，一二，一二。你们等那么久啊？来，你们先跟我们题目讲一下。先说一下你们，刚刚我跟你说，没有，有一题谁的问题？有一题最简单的，是吧？你不要讲，你讲，我们来做。哇，嘟他的嘴耶！哇，对，艺人有名字有双，有林跟艺人，蔡依林吗？OK， 还来，站在这边啊，哎，两位。吴淑兄，我觉得雨昕比较精彩，他很像金，哎，他金，他平常金的，不会做这件事情，而且他本身是玩摇滚乐的，对 ，rock 对他来讲这个是很金的，是 bass 手，对，他弹 bass， 要刚好一公分，一公分以下，对，我想雨昕你可以的，哇，好像在接吻哦，哎，这个如果有男女朋友，这个单人会出事啊，这回去出事啊，这回去一定出事，出事，亲到牙龈了。还有吻戏方法很棒哎，拿鳕鱼相思，然后两个人在咬，对，就很像在舌吻。咬顺了，好，失败，两公分太惨了，两公分，我看得到两公分了，两公分了，真的太惨太惨。再一次，失败，一点半，扣分啊，那就是那个，这次就我跟你讲。长痛不如短痛，直接来，直接嘛。那有加，那我们第一次赢的有加分吗？对啊，一次压到，一次压到底啦，失败，有，失败，1.3公分，你看一下，好，恭喜过关 ，OK， 好，过关了。第一声，第一的时刻 ，OK， 好，哎，不好吹。我要怎么移动你？从脸会比较，他脸比较油，对，哎对，比较油，对，哎对，脸比较快。我怎么那么紧张啊？脸，我怎么那么紧张啊？脸很油啊，因为他的脸比较像的油，脸很油，好吹，很油啊，脸很油，好吹，很油啊，有没有？因为他脖子啊很油，他脖子这样子，哎，好，像脖子。
卷哦。加油加油！好好好，好好好，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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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等一下女生要等，等一下女生来动，好来代替。对，雨欣很棒，吹好就来，再吹大一点。再来，再穿大一点，可以啊，他其实可以绑了，雨欣可以绑了，下面也，可以啊，他其实可以绑了，绑几点？绑下面也，绑下面点，两颗，两颗，绑下面点，好，可以，可以，跳，哇哇哇，哎，他们追上来，两颗，两颗，要两颗哈，夹破两颗，夹破两颗，不能下，不能下，对，不能走地，两颗，快点，要夹两颗，夹大腿，雨欣给他大腿，帮他搓，帮他大腿搓一点。等一下，来，等一下，放我膝盖，放我膝盖，大家可以顺膝盖，中间是中间，中间中间，好，对，好，好，好，来第二颗，等一下我下一下，来停一停，看他下来了，停，不能停，不要着急，等一下穿大一点哦，这样可以吗？这可以吗？好，棒棒棒棒棒。他可以可以，雨欣很棒，雨欣超强，加油！雨欣很棒，他超棒，他这个真的超棒。把你夹紧，快点！可以可以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来，好，膝盖膝盖。来来来来来，快快快，一，五交，加油！往后，你往后一点。对对对对对对，这样才对。对对对，对对对，手拉手拉手。再顶一下就有了，再身体再咬紧一点，有了，可以了，进去了吧？进去了，进了，进了，好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！